八个房间和这张女子邀请您一起吃团圆饭，你只需要在评论区就是 comment 那边啊，就是写下你最喜欢的年夜菜料理，然后把这个 post 分享到 story 就是现实动态，你就有机会带着你的家人跟我一起吃团圆饭啦，希望有机会见到你和家人哦。是新的一年，让我们许一个愿。